好，我是韵妈妈。今天我要来教大家如何来收纳我们这个 Ergo Baby 的背巾。那首先呢，我会把帽子的地方往后放。好，接着呢，我们把背巾向后方。然后它这个有两条这个背带的地方呢，我们就把它对折。给松开，好，那这样子就完成了我们 Ergo Baby 背带。